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醒猴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今天我们带的是我呢，在这个曾经啊，我算是我第一支啊迷恋上的一个打野角 Phoenix， 好不好？那也是我那个时候算是蛮喜欢的一个角色啊，因为那时候勇呢也还没练起来啊，所以呢就是那时候勇还是蛮烂的，所以我也没有那时候也没很喜欢用勇，因为每次用都被嘴这样。那这个菲尼克呢，之后也变成我女朋友蛮喜欢的角色，但是过了一阵子新角太多啦，我们渐渐的已经遗忘他了。那这边前面第一波啊，队友以为要打，我就直接跟过来啊。他想说，不然吃个红也好。哦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对方呢是悟空打野，哦，这个标我直接丢到旁边，我也是傻眼，也是醉了。这边看到，我想到一个制裁，到底制裁制去哪啦？居然没有拿到红 buff， 太傻眼。但是。不知道，害怕，我害怕，我害怕我的红被反。好，那菲尼克呢？这个是出了名的吃野快，因为他的被动暗器啊，会对周遭的小兵和野怪触发一次的伤害。对，就是每一次普攻呢，都会有额外的伤害。那再来呢，他的一技能飞贼印记哦，这个四秒后爆炸，然后呢，每一次的这个叠啊，都可以造成一个额外的物理加成。那在丢了一技能后的这四秒内呢，他的攻速也是会提升 25% 的。然后记得丢一技能的时候，他的攻速是会从 25% 提升到 50%。那他的二技能呢，这个菲尼克滚动，哦，这个现在是可以不可被选中。那不可被选中，但还是会对那种指向式技能造成伤害，比如说维拉直接丢个二技能一技能过来，你也是会被打到的。那再來呢？这个他的大招呢？这个链锤风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，我这边抓到大象，来，来来来，暗象摸大象，直接收掉对方的象象。那我直接在那个维伦的想要离开的那个途径上丢一个大招。那这边我身上是有红 buff 的，基本上粘好粘满，直接嗝屁 ，boom 下卡拉卡。那他的这大招呢，可以持续六秒钟。对范围内的敌人呢造成 50% 的缓速一秒，那每 0.5 秒呢就可以造成一个额外伤害，并且呢能够叠加印记啊。那垫圈内的敌人呢会受到一个 double 的伤害，所以呢尽量好不好，不要靠菲尼克的这个大招太近了。好，那我们的出装呢，第一个呢选择的是大野弓啊，大野弓先丢出来增加攻速。那奥义的部分我是在精灵觉醒，所以前期来讲先一箭丢出去了，攻速就算蛮快的。那这就带出一个穿透，欸，这边这个悟空吃了古龙还想要拿蓝 buff， 我们直接一个喊好，没关系，克里奇直接把它收掉。那这边的话看到对方的瑞克，我直接往大招丢出草丛了。不是大招丢入草丛，大招丢入草丛啊！那这边被他顺利的跑走，也没办法再追，就先拉掉一下。那再来呢，鞋子的部分呢，啊，我通常都会带攻速鞋，但这次觉得对方有点缓了，所以还是带了魔方鞋。那这边直接入侵对方的野区。好，那再來呢，下一把呢，带出这个破阵之后是圣剑，打出这个暴击伤害。那在冰袍，因为对方出的是悟空啊，所以我在丢一技能之后呢，我可以马上的对对方造成一个缓速的效果。这个王者之剑非常重要，因为有时候菲尼克的那个爆炸印记啊，可能你前面他血量还没有低于 50%， 但是叠完之后就低于 50%， 那个爆炸是很凶猛的。好，那菲尼克这个角色呢，当然就是目前啊，你打野还是比较主流的，啊，因为他吃野速度很快啊，所以不要拿它浪费去走线，还是拿来打野比较好。因为其实职业队还是有蛮多人会拿出菲尼克来使用，因为毕竟抢经济来讲，它是很快的。那我最近呢，我最近有点稍微迷上一下这个抖音，就我之前完全不，我之前看到抖音基本上都是这个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，然后就看到一些妹子，哇，好正！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下载抖音，反正就有一个朋友去玩抖音了，我就呢。哦，心血来潮想说，嗯，好吧，看一下抖音是什么。就每次一看抖音，哇，真的，但是我看的，不是那种第一拍那种小屁孩，是很正经的抖音，就是跳舞就是跳舞的，很屌的那一种。对，就看算是蛮赏心悦目，毕竟是一个妹子，然后在那边跳舞，你也是看的也是蛮开心的啊。这样，那，啊，当然也是很专业的，但大部分我都在看那个 Wacky Boys， 蛮好笑的。对，我真的对他们很忠诚，好不好？这边请问一下这个陆克，你过来干什么？瑞克，那我想说他可能
是一个比较聪明的瑞克，因为正常来讲啦，我们可能都会往这个反方向跑，那正常思维都是会往他的防御塔追，就他是一个正常思维套路，所以大刀就丢歪了。那在下路那边的话，我们克里希一个人守两只啊，悟空直接绕到我们背后去拆塔，那算是蛮英勇的。但这一波我们是有兵线，所以还是可以直接把他塔给拆爆。这时候下中路三只集结在那边，悟空想要去我的野区偷东西，但很抱歉没有。哎，兄弟过来啊！哇，我们塔要爆了，你们怎么会在那边吃野啊？哇！好，这边的话我先不过去，先给这个比较坦的人过去。看到一个维罗，但我没看到悟空。这边看到瑞克从另一边慢慢靠近，我先丢个大招。好，先这个维罗再回来就一定会死啊！啊，收掉这维罗之后呢，看到瑞克的袭击哦。这边我们的鱼人呢，血量是有点低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兵线清掉。哇，对方的象象还被我们的美娜直接勾回，我们直接就摸那只象象，把它摸死了。那兵线已经进去，我们这边有双射手啊，兄弟，别搞玩笑是什么东西？别开玩笑！哎，悟空，这个悟空还想要抓我啊，傻眼！那这悟空应该是会跑回家，我们这边就安心的来吃这个魔龙哦。来到了九等啊，我第一次来吃这魔，赶快吃好吃满。那比赛呢，已经过了这个快要七分钟了。那我们下路这个防御塔呢，是不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可以拆？当然是可以拆的，没错，我觉得是可以拆的。兵线进去呢，奋一克这个塔塔速度，再加上输啊，我直接拆爆，还没叠满就爆了。那今天看到对方的大象，哦，美娜又把他勾过来，他直接大招果断搅起来。那我们这边就贴着墙哦，本来是想要打塔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到小兵身上。我在小地图上看到维罗过来，就往下拉。那这边这个维罗被美娜抓过来，那我知道他们队友会过来帮忙，所以我直接在维罗的身边丢上了一个大招。最后对方象象跑过来之后又被摸死了，我们的鱼人硬是扛塔收掉了对方的射手，是一个一换一。但是我们其他路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哦。那个对方呢很聪明哦，去做一个其他路的分推啊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只能慢慢走过来，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悟空要去把我红蓝 buff 吃掉的这个心情啊。那这边遇到对方的瑞克，那瑞克呢也算是身手矫健，直接投机悠悠啊。那这边看到我们的射手在那边 have some trouble， OK， 他可能要嗝屁了。那哦呦，难道他可以把悟空干死啊？那看样子呢是他准备要被干死了，但我还在这里很悠闲的吃野怪。那我们的射手呢就先行倒地哦。那我们这边赶快再把野区吃一吃啊，我们看到菲尼克练练看好，完全就是自顾自的发，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法师经济居然比我高，那他死了这一次也算是合情合理啊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只剩三个人哦，所以你不能轻举妄动。那这大象呢又是一言不合就开大，很怕被摸，那我们就不理他了。我这边的话想说先来吃一下自家的蓝 buff 蓝区啊，把野区吃一吃，再去吃这只凯撒。对方呢维罗一直在下路，然后这时候特恩纳斯出现在了这个他们的蓝区，那我就可以比较大胆的来吃这个凯撒。但我看到瑞克出现了，所以我就往右下拉，那悟空跟着出现，美娜这大招教的不错，鱼人果断开启大招，也是成功带掉对方的悟空。那这瑞克呢也是成功倒地，那我们再吃刚刚被打扰的灵魂猎鹰。那在下路那边看到了射手，对方射手嗝屁了，那我们的这个下路呢也直接逼进去，那上路的象象出来了，所以这时候对方剩下的人员呢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清楚，那这个时候吃凯撒就是没问题的，好不好？此时不吃更待何时？赶快，全部吃掉，赶快吃掉，吃好吃满。这时候美娜靠过来，请问你要帮我打吗？她走过来一下，被凯撒猫了一下，教了一下普攻之后，成功的陪我一起吃掉了这一个凯撒。那好吧，也算是有帮到忙了，好不好？那这边的话，我想要从上路打进去，因为我人就在上路，对方悟空在中下路。那面对了有悟空这样的一个后排杀手啊，我们玩这种双射手阵容就要非常非常的谨慎。
所以我每次呢都会等到我们的辅助去探视野之后，我才会往前哦。那如果辅助没探视野，我就会自己去找辅助，然后等他有视野的地方。这边呢可以看到的是对方的这个瑞克突然杀进来就死掉了哦，他就死掉了，对，就死掉了。我也不懂他杀进来的用意啊，他杀进来之后可能吓得一个大惊，从早到晚失色就跑掉了。那这一波直接推进去啊，可以看到对方围罗在下，我们上路已经来势汹汹，悟空还去吃这个古魔龙哦，那基本上没有人守得住这一波啊，哦，就这样结束了，好不好？结束了今天的 Phoenix 的一个奇幻之旅。好的，那如果呢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。你在鬼叫什么？蛮优质的一个 idea。